厨也美如美好，回忆起来当然美好。但人生若只如初夜，就完蛋了，心蹦蹦跳。夏天里嘛本来就热，又没空调，电风扇呼呼的吹也不顶屁用。主席身上身下全是汗，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，高度紧张。好不容易找到北，他居然说只能进来，不许乱动。你妈，不许乱动，不许乱动，不许乱动！你简直毫无人性。但是 a guest will is a guest no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不许动，还能挺多久？许久以后，人为啥会有这么奇怪想法？他痴痴的笑，说了一个字：怕把我气的。你妈还是学医的，再说咋读的？